大家好，我是圆环物语的导演吕明瑶。圆环物语这个剧本呢，是以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，在南京西路建成圆环这个地方的兴衰作为时空架构的一个剧本。摊贩集合在圆环的东边，所有的吃客集合在圆环的西边，然后一个人站在圆环中间，铃声一响，摊贩进去开始卖。二楼还是蓄水池，好。三楼是卖药的，好。那在圆环物语这个剧本里面呢，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里面的情感的连结。每一个男男女女都会在里面有一些复杂的混乱的情感关系，然后他们一环扣一环，然后也变成了一个有别于地点的圆环的情感的圆环。大概天底下的男人是不是都跟你一样？